装好在模具中的烧结材料从无尘车间传递过来进入工序。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烧结炉的工作进度。烧结环节结束后，工作人员将高温烧结的器件从设备取出。集中存放等待自然冷却。工作人员将冷却后的产品倒出模具。整个烧结流程完成，产品等待进入下一步工序。